李连杰巡长，谁是李连杰？那个年代说，哦，社会主义好，资本主义坏，我不敢反对大人说的，但是我要想，说世界上没有一个100%的好，它都在变动。TVBS 看板人物，记得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， 点击个钟仔，同埋 like 我们的视频啊。